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，我是冠豪，我是丽萍，我叫是萝莉。哦，萝莉。对，每个星期到星期五、嗯、晚上九点半，我们夫妻还有加上萝莉，嗯、今天陪你纯聊天。耶！<Yeah> 我跟你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不是见到萝莉的第一次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每次都要重新介绍一次，因为可能有人是第一集的。 听我们这个节目、啊啊、对，那我们今天不一样啊，我们今天是特别 <laughs> 特别为你规划的一集哦、喔，对，因为有都是你<對>奶奶规划是什么？就是设计，帮你设计一集，因为啊，我们有听众朋友非常喜欢你的声音哦、喔，嗯，才怪<快>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走吧，就让他一个人独秀。<laughs> <laughs> 要干嘛走？呃，没有要走掉了。好啦，开玩笑啊，对，开玩笑。你说要走，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你。嗯，访问你，尽管问。好，没有再怕就对了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是谁？我是萝莉。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还要讲？主持人被呛。你几岁？五岁。好，你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 好，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、红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帅。很帅呀、啊！嗯、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物？长颈鹿和大象。长颈鹿跟大象为什么？因为因为很大又很帅。很大又很帅，好，很长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你最喜欢玩什么玩具？嗯，赛车玩具。赛车玩具。我也喜欢玩车车和佩佩猪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嗯、好，那你最喜欢看什么动画？ 我是喜欢看赛车的，赛车的，比方说闪电麦昆，还有萝莉洛丽冠军赛车。哎，是什么萝洛丽的卡通啊？我们听到都很觉得讲讲洛丽，洛莉啦！你听到洛莉洛莉快去赛车，洛丽，洛莉洛丽吧说。

那你这个礼拜画什么？我这个我这个礼拜画画的是蜥蜴。蜥蜴？你会画蜥蜴？你的蜥蜴是什么颜色的？嗯，我的蜥蜴是是黄色。黄色。已经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好，那我希望之后可以那是上次的。哼哼。好，那你最喜欢唱什么歌？萝莉。萝莉，演唱一下。萝莉。 《洛丽冠军赛车》，<laughs> 真好听。好好，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哦。嗯。嗯什么？爸爸是怎么样的人？嗯、爸爸、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讲啊！讲啊！对啊，你不是说尽管问吗？嗯、你要尽管回答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对。那妈妈是怎么样的人？妈妈是对我很好。 靠摇，哎，我对你不好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在公园玩这么久，玩那个太空战的游戏，对、啊、是,不是。所以爸爸是怎么样的人？嗯，不乖的人。什么？再讲一次？<麼>不乖的人。不乖。<laughs> 你都欺负我哈？对，才没有。啊 那我问你哦，啊、为什么你去年五月的时候想要把你的头发剪成像男生一样短头发？因为我喜欢男生，可是不是？什么<吗><是>什么不是？你要出轨？是是因为呢，我是女生，<laughs> 对不对？然后, <laughs> 然,后然后我，然后照，我学校那个你问我、哎、就赛车。 只有男生才可以喜欢赛车，而且我想要喜欢赛车，我就剪男生的头发，就可以喜欢赛车。哦、你你那个女孩，你那个班上同学，真的就是一个咒语，是不是？她就一讲了之后，你就整个人生目标就改变了。真的耶，对、啊，她说只有男生才可以喜欢赛车，然后你想要可以喜欢赛车，所以你就把自己头发剪成像男生那样哦。嗯、哇塞，很帅、欸嗯。看课板印象的那个。 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没有错，就是那就直接剪给他看就对了。<laughs> 这是不是有点落入人家的圈套啊？嗯，好、啊，<laughs> 算了，没关系，以后再看。好，那好请问你以后想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嗯、呃，要、呃就是、是我想要当赛车手，oh. 然后赛车手放假的时候，去去很远的地方看风景。哇塞！你赶得回来吗？<laughs> <laughs> 你赶得回来参加下个礼拜的赛季吗？<laughs> 可以哦，我觉得。好，嗯，那接下来我有个很。 认真又严肃的问题要问你了。好，就是你为什么都不好好的吃饭呢、啊？因为因为呢，我我你说今天呢？哎、欸，今天还不错。有时候就是等很久，對不,對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。嗯、欸、嗯，对。<laughs> 为什么有时候会等很久，然后都不赶快吃，然后我都已经碗都洗好了，你还没有吃？ 他不想回答，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OK，好，都都没有，尽管我我用变声器来来，就是帮你处理这一段。你来说说看，你不用怕。变声器就是你会变成像鸭子的声音，赶快说，为什么你不好好吃饭？哥、嗯、不哥哥哥哥哥哥哥你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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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 嗯，你的耳朵很软呐、啊，软趴趴。你也摸自己的耳朵，是爸爸的耳朵也很软嗯、啊，爸爸耳朵如果妈妈长痘痘，然后爸爸的不温暖，然后我不喜欢摸我的，嗯，那我就没有耳朵摸了、啊。那你就不要摸啊。可是，可是，我就，可是我就想摸啊。啊，怎么办？怎样？那如果说可不可以不要再摸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摸了？ 为什么？他摇头。为何摇头？我想要走了。你想要走了？不行，我们等下还有三十六个问题要问你。没有没有，我想要尿尿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再。好，那我们让他尿。好，我们先聊一聊。让他尿。让他尿。让他尿。我要去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等下记得回来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讲什么？那来讲接下来这三十六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对，就是你个忘记弄了，弄什么？哦，好，来那弄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你自己讲，我先讲。哎，对，我可以单口了耶。好来，好，就是。我的生日什么的，解析。我缺男友，真的。好讲啊，好。 就是公视有个节目叫做《三十六题爱上你》，这个节目是由唐启阳、还有吴珊如、还有炎亚纶三个人主持的嘛？那这是一个实境谈话的节目，那主持人就会化身为出题者，量身打造出三十六道问题，在一个小时之内，受访者要接受这三十六道题目的提问。嗯，然后你可能会坦诚的回答，或是回避那个问题，<對>是要掏心掏肺的讲呢，还是你要抗拒回答这些问题呢？嗯、那总之就是这些问。 问题的设计，还有他的回答，都就是会展现出这个人的一个样貌樣。对，而且他会就是一开始会让听众或者观众来投票，<laughs> 就是说你喜欢这个人吗？然后最后等到三十六个问题问完之后，会再投一次票啊。 看看你会不会因为这三十六个题目之后啊，你会更喜欢这个人这样子。对，對好，这是一个根据心理学家阿瑟亚伦的研究，他说两个陌生人以特别设计的三十六个问题互相询问，可以让亲密关系升温，甚至可能会爱上彼此、哦。你不是要问我吗？对，<好>那我们就第一个来问问萝莉哦。嗯，如果选谁都可以的话，你会选择跟谁一起吃晚餐呢？我会选妈妈。为什么呢？<laughs> 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<laughs> 不特别哦！你，那你还不赶快走啊？我 <laughs>、呃、叫叫干那因为因为爸妈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餐。我每天都跟你一起吃晚餐啊！你变成有放假的时候不是有爸爸跟我吃晚餐吗？你是不要他跟你一起吃晚餐是不是？嗯，<laughs> <laughs> 我想要，我想要、嗯、三十六题恨上你。<laughs> 我我想要每天放假的是。 我想要嗯，整整天，爸爸爸爸都去公司上班。我才不要了，不<行>累死！哎、啊欸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这样也不错哈，才不好呢。你们自己去亲子馆玩,玩。好，第二个问题给你问。好，你想要出名吗？就是你想要成名吗？你要怎么成名？成名就是变很<我>很有名的人。嗯，不想要。你不想要变有名的人，可是赛车手不是都是很有名的人吗、哦？可是我想要变变，然后赛车手。 放假的时候，嗯、就是就开赛车去很远的地方。我们、哦、不想要被人家认出来是是。然后低调，一在在在在很远的地方，然后看到有什么美术馆，看到什么画画的地方，我我就我就，然后赛车手就去过去那边画。财富自由的赛车手哎、欸，而且很有艺文气质哎。哦、但那那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要签名，你会帮他签吗？ 你会帮他签哦、喔，还、啊、有星河，然后就会画你独创的赛车的图，对不对？嗯、我我我画我我,我可以画我的赛车，哈，画我去旅行，好、哦，好棒哦。好，那第三个题目我也问哦、喔。好，好，那你有曾经打过手机吗？那你在打手机的时候，你会先是先在心里面想你要说什么再说吗？为什么呢？嗯，不知道。 啊，这个题目可能太对他来说太难了。好，第四个问题是<對>你心里一个完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？呃、我我我心里一个完美的日子就是就是一早起来怎么样？从一早上起来开始。嗯哼、呃，一一一早起来我就跟爸爸说我要出去玩。出去玩？嗯哼。呵呵然后呢？然後呢我然后只要一早起床，我我就跟爸爸。 说我要去哪里？好，所以、欸、不是我我去上班了吗？另外 Q 我，所以你还是蛮有分量的。好，那你要去哪里玩？嗯，小人国。大声一点，对他说。小人国。OK、哦。好，下次来去小人国。好，完美的日子。好，好接下来如此的简单。你上次唱歌是什么时候？嗯，说刚刚。 是吗？是洛丽<麗>冠军赛车就是现在好。那你自己跟自己唱，还是对着别人唱呢？嗯，我我我喜欢大家一起唱。好，原来如此。那、哦、这样子一起唱比较好听。OK、嗯。好、哦，这个问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有一点难以被小孩子理解。好，我们一起如果啊，你现在五岁，对不对？嗯、那如果你可以活到九十岁？ 可是呢，你的身体状况可以保持三十岁的状态。那三十岁到九十岁之间有六十年这么久，你想要这六十年怎么过？我想，我想要跟爸爸妈妈出去玩。可以大声一点吗？跟爸爸妈妈出去玩。哎，三十岁到六十岁的时候，哦，那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才行。三 <laughs> 十岁到九十、欸，哎。 OK，好，接下来第七个问题是：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会怎么样？问好几个问题啊，<對>還,还有很多呢。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会怎么死掉？我以后会，会，我会想，我在心里想，我我喜欢黑皮，我就可以去天上看蝴蝶了。不、哦，不是，不是我看蝴蝶，看黑皮。所以你想解释一下，嗯、听众可能不知道谁是黑皮。对黑皮是谁黑皮是一只黑，黑。 黑色的狗然后是谁？是谁养的？呃、是是他，是我，是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养的。好，以前养过的狗，对不对？它<对>过世了，呵呵对，所以你很想要去天堂找他。嗯，对，很久以后你就可以去找他喽。好，好我我要我要飞我要飞去找黑皮。好的。可是我们刚刚问你是说，你会觉得你是你会觉得你怎么死的？你怎么死？就是看黑皮、啊。 想黑必想死他。<laughs> OK，好，这<好>有点深好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八题哦。哇，这很有趣。好，请你，请你说出啊，你和我有三个共同点。好，那首先你先说，跟爸爸有三个共同点，就是你跟爸爸有有三个一样的地方吗？方很像的地方。然后。 再来，你就是说妈跟妈妈有哪三我知道。好，先说爸爸的。爸，爸爸跟我头发很像哦，都短头发，很不错。然后脸很像，脸很像，都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然后我穿嗯嗯短裤的运动裤的时候，爸爸爸的衣服跟我有搭配哦。所以你都不是讲个性，都是讲外外貌，对那妈妈跟你有什么一样的地方？三个。 妈妈妈妈妈跟我的眼睛很像，眼睛很像哦，而且而且鼻子大小不一样，鼻子大小不不一样，可是形状很像。对，对对对，一看就知道是我我的孩子。头还有还有两个都是女生。哦，喂，哎，什么时候承认你是女生？她刚刚就承认啦。没有，我说我说的是生理女啦。我说的是我说的是。 也也鸭子一样多哦，啊，对，好，嗯好，接下来第九个问题，你人生里面最感谢的是什么？嗯，你人生里面最感谢的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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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妈，谢谢妈妈爱我。我要下一个很悲惨的音响。 一下，《悲惨世界的》配乐之类的。<laughs> Do you know hear people？sing 我就知道你会想要唱这个。<laughs> Sing the song of angry man。哎，不打我。很生气的人。OK，好,好，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们家。第十个问题。好，第十个给宝宝问、嗯。好，那如果你可以改变你长大的过程呢、啊？你想最想要改变什么东西？我我再想一想，改变搬家。 搬家哦，你想要住在饭店对不对？因为爱死饭店了。不是，是是我想要，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家住很久了，我想要换个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Oh. 我跟你讲，你十八岁以后就可以换家喽。 对，不会拦你。对对对，我们可以帮你。就滚出去。哈滚滚滚到我我的一个新家。哎，对。拉在大学城。然后然后再滚到我新家的床上。对，没错，我就好好的帮助你的。睡个什么？睡个头。然后滚到我床上睡个头。好，第十一个问题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好，用一分钟好了，请你在一分钟以内。 详细的讲你的人生故事，对你目前的人生，对自我介绍，嗯，不知道。你介绍你自己啊，比方说你最喜欢做什么，然后你喜欢吃什么，然后今天早上干嘛都可以。嗯，我我想要分享我放假去哪里。好啊，放假去哪里？我今天放假去公园，公园，六合公园，然后跟爸爸玩太空的游戏。哦，怎么玩？呃，就是就是我们。好，我们直接来演一段。 那里有一个外星人呢，你想要怎么办？呃、我我们赶快，我们赶快躲到我们的基地，然后赶快射东西。好，来来，滴滴嘟嘟，滴嘟嘟，<laughs> 好来，我们调好那个炸弹了。来，你要数到、呃、一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，爆！有没有有没有打到？呃、没有。啊，是你没有瞄准吗？ 啊、那我们再我们再一次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换你射，<laughs> 还是没有弄的不同的，<laughs> 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、欸。他们好像想跟我们求和哎、欸，赶快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过来了。他说我们和好,好,好,好，来你跟他用外星语讲话。哦、他说要吃掉我们呢。没有，他要跟我们和好，你跟跟他讲外星话，快点，呃呃、外星话哦。嗯 坏心话怎么讲？坏心啊，你自己乱讲看看，你看，搞不好可以看你。好 <laughs>、哦，他跟你心电感应，<laughs>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？我刚才跟他说，我跟他说，我们想跟他做好朋友。哦，那他愿意吗？ 原因，啊、好，真是温馨感人的故事，好、哦、好玩哦，<對>真的很有趣、欸，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即兴剧，真的耶。欸、第十一个问题，我很喜欢你这个部分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嗯、好，接下来是第十二个问题，如果明天你醒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能力或是一个新的个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。 希望我赶快使劲去找黑皮。好不要这么早啦，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玩呢。人生很美好哎。对呀，之后我们再。而且你怎么知道找到黑皮？搞不好黑皮已经投胎了。对啊，我们之后可以再养别的新的黑皮啦。嗯，好不好？新的黑皮就是你呀。什么意思？新的黑皮就是你。黑皮扭一好，拜拜。好，再来什么呢？好，第十三。你黑皮扭一耳哎，你看他一直在扭你的哎。 哎，这个很有趣，那来给你问。好，第十三个。好来。如果有一个水晶球可以预测你的未来，就是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，那你最想要知道什么事情？呃、我最想要知道，嗯，得到一个宝石。嗯啊，你你想要知道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宝石，是不是？嗯嗯、呃。呃、那个宝石是对你来说为什么很重要？那个是蓝色的宝石，而且可以发光，也可以控制我。 控制你干嘛？控制我去天上找黑皮。你这个剧本是很缜密的耶。OK，好,好。这是什么？是飞行时是不是？好，算来。好，欸、搞不好是。对，好来。好，十四<你>个问题，有没有什么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？梦寐以求就是你做梦也很想要的，<很>一定要得到的一个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呃，十四是，我想要得到嗯再多一点生日礼物。 生日礼物啊、哦，<好>不用担 <慢慢 S 1> 心，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。对啊，你六岁、七岁、八岁，呃、每年都可以有更多生日礼物哦。我要全是一个最多生日物。OK，好，第十五个问题，人你人生里面目前现在五岁了嘛？你最大的成就，你做的最棒的事情是什么？呃，是是是，乖乖乖,乖听话，不让爸爸妈妈骂。哦，哇，你有达到吗？这是一个许愿吗？<laughs> 还是已经达成了成就呢。他现在就是做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表情。第十六个问好来，好来哦，呃，你的朋友中啊，你觉得最让你珍惜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的个性？呃、我是妈妈。不是，我是说你的同班同学中，<對>他们要成为你的朋友，需要有怎么样的特别的个性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不知道。那你最喜欢谁？ 班上同学，你最喜欢谁？我最喜欢陈。为什么你最喜欢他？因、嗯、因为他每天都会跟说我。我可以跟陈景玩吗？嗯，他他跟你说我可以跟陈锦玩吗？他想自己跟自己玩啊。他说他可以跟你玩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好、哦，那你喜欢跟他玩吗？喜欢。哇，你们常常玩什么？我们常、嗯、下午骑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玩。 救援游戏，救援游戏啊好，谁、嗯、救谁啊？嗯嗯嗯，我我,我们去看状况。他说他很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嗯、他有写信给你耶，然后你还录一个影片送他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说你也很爱他。嗯,嗯哼。然后，然后这，然后可是我以前可以跟陈警官现在就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因为陈警咳嗽，咳嗽啊、哦。哦、好，那祝他早日康复。 早日康复。好，第十七个问题，<好>你最难忘的事、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？什么是难忘？就是难很难忘记，觉得想要一直记住的事情是什么？很好，很美好的回忆。比方说，你去哪里玩，或是你收到什么礼物，或是你吃了什么东西，你觉得太棒了，好想要再来一次。嗯、呃、嗯，我嗯嗯，以前嗯，嗯、呃呃，就是我以前。 是不是去东京铁塔玩？是，我们不是去东京铁塔玩酷大组队。哦，那个不是东京铁塔<是>哦，那个是晴空塔。可是我去晴空塔玩酷大组队。<嘿>然后现在武汉肺炎，所以我不行去去去东京，去,去东京铁塔玩酷大。 好，所以你很难忘这个，是不是？好、嗯，解释一下，以后我们再去。对我解释一下，扩大就是那个，他楼上有那种可以把城市放大缩小的一可可可。可是，可是我们可以玩那个。 就是一零一的那个那个那个扩大机，对，也可以，真的，对，一零一，它就是一个什么城市鸟瞰图，然后就是可以，就是一个一镜一幕，然后可以就是用手去点，然后可以就是放大看某个区域这样子。你真的很厉害，那时候你才几岁？一岁十个月，你居然还记得我我我我我我那个时候才三岁，没有，一岁还没两岁嘞。而且那一次的旅行有很多辛苦的回忆，我们之后觉得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难忘。好。 好，<Okay> 第十八个，你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？最不好的记忆呃？呃，最最不好的记忆是是是妈妈死掉，然后只剩下爸爸。<laughs> 我说的是回忆哦、喔，你、啊、都不知道你死过，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原来你是说过的，<laughs> 对,对，对我说的是以前发生过的事。嗯，以前发生过的是是 h 皮哦，你说你很舍不得他。 已经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我很想要去天上找黑皮。好，以后我们很久很久以后就一起在天上玩。嗯、好，接下来第十九个，如果你知道你只有一年可以活了，比方说你现在五岁，然后你六岁就要死掉了。如果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呃、你会改变可可？可是这样子很好啊。为什么我才不好因？因为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可以。 找到黑皮可以快点跟黑皮玩。哇塞，你真的爱死黑皮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深爱着他。好，那你会，你如果说就是只剩下这一年可以生活啊，你会改变你现在的什么事吗？比方说你的生活方式啊，嗯、你的，你会不会，譬如说早上起来啊，你就不想去上学之类的，你会有改变吗？或者是想要做什么不一样的事？我我想我想要，我 早早上十七点，十点让爸爸、妈妈把我跳上天上去看海平。好好笑好好，再来。好来，那对于你来说啊，你觉得朋友代表什么？我觉得朋友代表跟我玩。 嗯，好，OK，很很简单有力。然后，然后他朋我的朋友要死掉了之后，我我就会想念他。你，然后我就会，凶手就是你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会让老师，你是做米花。然后我就会，然后我就会让老师把我送去结账，跟我的朋友。好，哎，整个现在现在这个接下来的媒体都是跟这个自己开腹是不是？ 死亡教我的事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是第二十一个问题。嗯、诶，哎，你觉得爱跟喜欢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爱嘿嘿是爱情的爱。嗯，然后爱是 I love you、嗯。而且一句 I love you, love you 一个爱心。然后，然后爱，嗯、爱就是要嗯一个一个字。然后，然后。 喜欢，然后喜喜欢有两个字，然后爱就一个字，<laughs> 好像你那个。<laughs> 等一下，我再讲。等一下哦，那除了这个不一样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嗯，不知道。 不知道，嗯、好，OK，对他来说太深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要讲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嗯、就是我前两天就是跟我一个健身课的同学下课之后，他说他要去买那个要给朋友的蛋糕，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一个面包店去买、嗯、这样子。然后要他说他要去那一家面包店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这家面包店我很久没有去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不太好的回忆，这样子很瞎。他说什么事？我就说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我就是去那边想要买一个白吐司，然后我就看到架上有两种吐。 一个是四十元的，一个是六十元的，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哪里不一样，我就跑去问那个店员说：“请问这两种四十元跟六十元有什么不一样？”他就跟我说。 价格不一样，废 <laughs> 话。<laughs> 然后我整个傻眼，哦，好。那后,后来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只好选了四十元的。后来我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就再去问，再去买了一次。然后就看到一个比较像是老板的人在那边，我就再问了一次一样的问题，我说哪里不一样？他就说，哦，这个六十元的是不加水，是鲜奶做的啦。 Oh, 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就真相大白。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跟我这个同学讲这个往事，他就一直说：‘奶奶就是我喜欢咸奶’。哦，我也蛮喜欢的。也、嗯、好喝。对，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换他，他进到店里面就开始要挑那个蛋糕嘛。他就看到了两款，就是、嗯、看起来都是起司蛋糕，可是它的那个表层那个的装饰不太一样这样子。然后就问那个店员说：“哎、欸，请问这两种都是圆圆的，这蛋糕有什么不一样？价格是一样的。”然后店员就说。 造型不一样，<laughs> <laughs> 可是他讲的没有错啊，就真的是造型不一样 <laughs>。然后就是说，他说口味没什么，没有什么差，就是表面看起来不太一样跟你讲，还有口味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他说口味差不多，然后我,我觉得他很不会做生意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,我会开玩笑，我会怎么说的两两个都看起来像像起司口味，可是呃，比如说这是起司口味，然后这是很像起司的，可是可是这个。 是很，其实很像几次可是，可是不是骑士。好，那他要讲清楚啊！哦、他这样讲，就讲说只有外面看起来不一样，<laughs> 我不知道要选哪一个。没有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老板的话，我会讲说这个这个蛋糕可以帮助你爱情运，然后这个可以让你的事业运变好，都买。对。<laughs> 那他就都买，<laughs> <是>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觉得真的很不会推销、欸，哎<對>，就是你要讲一些，就算真的差不多，你也要讲一些细微不同的差异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有 <laughs> 有一些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来宾累了啦。打,打了钱哎 <laughs>、欸，还有几题？<laughs> 还有哦、喔，现在还是我们下一集。对啊，你想要休息了吗？ 好，反正我们、這個、我們想要坐在妈妈腿上，不行，这样子我会离那个麦克风太远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就下一集好了。OK，我觉得就是小孩子的耐心没有那么高，而且最后后面的题目好像就越来越艰深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等到你再长大一点，我再问你后面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要明天再继续录、這個，好哇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当彩蛋好了，<Okay. S 2> 就是后面的问题明呃，或者是这这个礼拜每一天来问一些先。 好啊，OK，那我们就先跟萝莉说拜拜喽。拜拜，我我们拜拜，我们今天可以泡大浴缸吗？可以哦。OK，早日康复，拜拜。早日康复谁呀？陈静。啊，知道了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。我不会剪辑哦。 and yeah